上一次联络是什么时候？刚才对，其实我们真的差不多一两天就联系一次，然后我们平常都有保持打视频啊，这种也会经常跟我说，你不要害怕别人说什么，你就做好你自己，你就是好好打歌，你的新歌很棒，然后这首歌也特别好听，很适合你，一定要加油。I'm so proud of everything you've done. I'm so proud of all the hard work that you put in. Hi, I'm Seungyeon. 네, AK의 신곡 Speed Up 발매를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华。这次我们 LK 发行的新歌 Speed Up， 他的歌非常好听，然后舞蹈也非常棒。身为朋友，我真的为他很开心，也很骄傲。然后她是一个非常努力又很认真的女生，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看见她，然后支持她，喜爱她。然后这次活动一定要健健康康，不要受伤，然后一切顺利。Elky 加油 ，Speed up 加油 ，Fighting！ 那应该很好嘛？那她有没有问过你说，哎，到底为什么要删掉那些照片？就因为她其实就是我们都是有事先沟通过的，然后就是有一些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人，理由这样。对，其实有很多好朋友，他们都说我真的默默的支持你。他说真的抱歉，就是因为公司可能会对。你私底下有在跟他联络？当然。上一次联络是什么时候？刚才。对，其实我们真的差不多一两天就联系一次，然后我们平常都有保持打视频啊，这种也会经常跟我说，你不要害怕别人说什么，你就做好你自己，你就是好好打歌，你的新歌很棒，然后这首歌也特别好听，很适合你，一定要加油。对，因为之前就你有山丘跟子瑜的合照，就网络上不少骂声，那你们看到之后心情是怎么样的？其实网上的声音，其实我们都有在看，然后我们自己其实也有说过，但是因为就是，我们自己是觉得，我们其实这么多年来也很喜欢，就是觉得女孩子之间的友谊就是很美好啊。但是，就是可能一些外界或是粉丝朋友们会，有一些过多的关心，就我觉得有些时候会让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些可以发，哪一些不可以发，然后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公司可能也就是会比较困扰一点，然后我们就想说啊，那我们就自己默默地藏心底，然后我们自己就是依旧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就好了，这样。那你那时候会有点难过吗？看到那些评论？说没有难过是肯定是骗人的。然后其实，我们自己因为也有就是留意到，可能一些人，不管是给子瑜发消息，还是给我发，然后我们会互相关心了，就是会说啊，不要看太多啊。然后他也会跟我说，哎呀，就是我们这样现在这样子做到底是不是最好的？但我就觉得，就是不要让外界过多的关心，反而对于我们自己的就是友情会是更健康一点。嗨，大家好，我是吴宗宪，是哪个？我是徐乃麟，我是台湾熊秀，我是陈碧红，我是蔡康永。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S， 我们是号角响起，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哇，好快哦！生日快乐！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